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再次来到在这个敬拜祭坛里面，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在这个敬拜祭坛里面，我们祷告主一样事情，就是让神的灵再次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里面，要和大家用这样的这一段话，这个主题来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是为主预备道路。以赛亚书第40:3里面说到，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者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敲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有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当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出来的之前，施洗约翰应验了这个预言，他预备了神的百姓来归向神。他是如何预备呢？他预备了一个悔改的浪潮，他激动了所有的人，围着自己的罪，围着主要再来，主耶稣的来到，弥赛亚的来到，预备自己。就在那个时刻，有个极大的这个的悔改的浪潮临到以色列的全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坦白说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次神要动工，每一个的复兴，每一次这个神的大大运行之前，人都是要对齐神，人对齐神的方式都是透过悔改。而在这个过去的七八天里面，明天是最后一天，我们在这个 RTOD 里面有这个的严肃会，国际的严肃会。我深信无论我们做的怎么样，但是也是圣灵在一个浪潮，圣灵激起一个悔改的浪潮，叫列国每一个来回转归向神。我祷告愿这一次的这个国际严肃会的浪潮激起列国开始正式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预备这个悔改的浪潮。现在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的时刻，而神正在兴起我们要预备主的道路。而圣经在以赛亚书62:10这么说道，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到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岸的居民说，你们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人必称他们为圣名，为耶和华的属名。你也必成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另外一件，跟之前施洗约翰是另外一个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到万民，之前是单单对神的百姓，就是犹太人，但是这次是来到万民的时候，是要被许多的城市将成为不被撇弃的城市，成为神所拯救的百姓。从这几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事情：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从门经过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62，神兴起守望城门的城墙的，守望这个城市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从门经过是指到守望者所看守的门，是城市长老的职权的一个门，是个权柄的门。神要我们透过这一个的门，透过神的这个的动工，透过神的这个的运行，来预备主的道路，来预备东西，来预备百姓的道路。这次是预备百姓的道路，而不是不预备主的路。主的必然要来，但是神的百姓是不是已经对齐了神？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接下来说到修筑，修筑大道，捡起石头。你会注意到刚才是经过那个门，现在是说修筑，修筑大道，重复的说。这大道呢是能在大道上呢是能够加速行驶，又清楚方向，不至于迷路的一条的大道。神说要修筑一个大道，好让每一个人都看清楚到底神动工的方向在哪里，而以至于他们不迷路。然后在大道那边怎么修筑呢？要捡去石头，要把这些绊脚石，把那些障碍物完全的除掉，让人不跌倒或者受到阻碍。这也是说到让神的计划不受阻碍，而且清清楚楚让人看见神在做什么，而且能够很快的跟上去。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一样事情呢，接下来就是为万民什么？为万民树立大旗。为万民树立大旗，这是什么？这不单单是指本土的人，而是为列国的人民树立一个大旗，唤醒他们，为他们预备这个大旗，让他们能够呢很快的做出回应。为万民树立大旗，也是让万民知道呢神的标准和他的旨意，好让他们来投靠神。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要带着一个鼓励你的心来说，这个时候是神正在做工的时候，神在运行的时候，神正在树立大旗的时候。圣经继续说到要捡起石头，捡起什么石头呢？这是捡起石头，让我们除掉，是时候我们来除掉我们灵命里面的绊脚石。坦白说这几天啊，当自从我听这个星期三这个特别是谁的分享，就是宋明良牧师分享过后，这几天早上起来，清早起来的时候，我没醒来的时候，我就清清楚听到主持人悔改，除掉石头，除掉石头，除掉里面的东西。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也是很清楚，一起来的那一时刻，神说除掉东西，除掉石头，除掉一些障碍物。神正在呼吁他的百姓，除掉你灵命的绊脚石，你生命中有一定有一些的绊脚石，直到今天你一直渴望复兴，但是复兴一直没有来到。神要我们除掉这个石头，神要我们在为我们的教会除掉污秽和冷淡。教会没法起来，很多时候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个人啊有障碍啊不来教会啊，而是要除掉污秽，好让一切的拦阻冷淡完全除掉，除掉教国家里面福音的拦阻。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成为那个守望者，除掉的拦阻，我们除掉神在末世计划里面的一些障碍。所以神才说到你们要从门经过，预备神百姓的道路。是守望者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得着城门口权柄的时候，是我们预备更大修造蓝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蓝图太小，小到一个地步只有一个两个人受惠。我们说我们的蓝图太小，小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快就达到目标，我们也没有不敢再前进。神要赐给他现在幕后的教会一个大的蓝图，要怎么前进。我祷告就在这个时刻，圣灵啊，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站在神的面前，来预备这个道路，来预备这个道路，来预备神要做工的道路。哦，主啊，哈利路亚，神啊，主，我们在这时候，主，我们呼求圣灵，主帮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来预备道路。主啊，在这个列国中预备道路，预备神主你要动的奇妙善功。我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圣灵啊，求主你再一次来摸着我每个人的心，在这摸着我每个人的灵，叫里面的心能够刚强壮胆起来。哦，主啊，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失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主啊，叫主你兴起，你的百姓因此欢喜快乐地跟随你。我们赞美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我们同心合一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比较少唱的，但是我们唱诗歌来预备
主的道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预备道路，为东方走之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每个低谷都要被兴起，每个高山都要以为平地，万军道路都要修直，曲曲成为平坦，我救主的荣耀荣耀显明。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各方各族，万国万民，所以百姓都要齐声宣扬，他们屈膝前来敬拜，归于耶稣君王。我救主的荣耀将要显明，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荣耀之王；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每个低谷都要被兴起，每个高山都要以为领地，弯曲道路都要修直，曲曲成为平坦，我救主的荣耀将要显明。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各方各族，万国万民，所有百姓都要齐声宣扬，他们屈膝前来敬拜，归荣耀君王。我救主的荣耀将要显明。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荣耀之王。各方各族，各方各族，万国万民，所有百姓都要齐声宣扬，他们屈膝前来敬拜，为荣耀之君王。我救主的荣耀将要显明。各方各族，各方各族，万国万民，所有百姓都要齐声宣扬，他们屈膝前来敬拜，归于耶稣君王。我救主的荣耀将要显明。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荣耀之王；预备道路，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预备道路，为荣耀之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预备道路，为万王之王，为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是的主，我们要为你预备道路。是的主，我们要看见主你荣耀，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当主你的百姓预备那个道路，我要宣告一样事情，主你在列国要做的工作都要成就在这个时代。求神主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不要错过了这一个时候，神主你在做的荣耀的事。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宝座前说，神啊，欢迎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恩膏过我们的一年，他的道路先超过我们的。再来一次，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恩膏过我们的一年，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那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恩膏过我们的一年，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重新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进。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同心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向这世界为主发光，梦境星球神国度蓝图，手牵住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进。让我们先求，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哈利路亚，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
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圣灵。神迹与智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是你所拣选天国子民，我们是你天国子民，愿你带来复兴，再次苏醒，看见你国度降临。我们是你拣选，我们是你拣选子民，拣着天国使命，选择胜利，宣扬基督的能力。我们是你天国子民，愿你带来复兴，再次苏醒，看见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在这地，是新生机与智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算新生机与智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真的在你的国里面，我宣告主，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在这时代里面要为主你来预备众百姓万民的道路。因为主你必来，主你必来，主你必来，主啊，
哦，预备人心，主啊，让我们来预备人心，主啊，主啊，迎接主你的再来。哦，主啊，列邦列国要看见所树立的大局，他们要来投靠你，他们要转向你，主啊。哦，哈利路亚，拉玛亚多罗摩西里，愿你国降临。哦，主啊，愿你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哦，里亚拉玛亚的拉玛亚的嘿。宣告主你自己的国，主，我们要宣告主，当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我们等候，我们等候主你自己的荣耀就来彰显在我们当中。
你，因我们需要你，愿你国度降临，主权属你，主权属你，愿你掌权这地。让万国万民更多来经历你，更深的渴慕你，不停的呼求你。哦，主啊，因为我们属于你，我们渴望主你的荣耀的云彩，云柱火柱来围绕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耶稣你啊，拉玛亚的，叙利亚拉玛亚的，拉玛亚的。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束缚，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释放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束缚，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释放你，因你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束缚，完全降服，因你圣洁使我得以释放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
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我们要说，主啊，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单单是献给你，单单是献给那一位为我们舍命的耶稣。主啊，我们祷告，主在幕后的时代里面，主，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你。主，不是在于我们，主啊，方便，不是在于我们觉得可以，而是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主啊，单单的来献给你。主啊，我祷告，主，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在这世上，主那荣耀的意象，那荣耀的梦想。主啊，让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神啊，我祷告，主叫我们奔跑不困倦，叫我们行走不疲乏，叫我们再一次如鹰展翅上腾，叫我们跨越一切的软弱，叫我们主、啊、靠着耶稣，主啊，成为一个得胜者。哦，主啊，我们在这时刻再一次的来，主来到你面前，用主你的宝血，主啊，我们祷告来保，主啊，来遮盖我们，涂抹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主，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存着主啊敬畏你的心，来奔跑着天家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主啊，我们要宣告，主啊，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求你再次回到所有信靠你的众儿女中间。主啊，我祷告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掌权作王直到永远。主啊，愿你赐福，主啊，所有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姊妹们，和未来在这视频里面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叫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做兴起为你预备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赞美感谢你，愿耶稣基督的名字，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常常的彰显。我们赞美感谢你，奉靠耶稣得胜的名字，我们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敬拜祭坛就在这结束，上帝祝福大家，上帝与大家同在，感谢神，哈利路亚。